嗨，我是姐夫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来做奶油蟹肉菊花椰菜。这边有一锅热水，我们加点盐，花椰菜放下去汆烫。好，花椰菜汆烫一下就好了，包起来，我们稍微摆一下，稍微摆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酱汁。好，加入等量的面粉，好，离火，好，加上牛奶，继续煮。好，变浓稠喽。再来就是姐夫的秘密武器，鱼膏汤。这个接下来让它沸腾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我们刚才烫好的花椰菜，这个是蟹肉。满满的蟹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酱汁淋上去。撒上起司，我们再下去焗烤。好，250度，一样20分钟。好喽。漂亮，好了，我们的奶油蟹肉菊花椰菜也完成喽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喜欢姐夫的影片，欢迎加入姐夫食堂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留言给姐夫。要记得订阅姐夫的频道哦，还有帮姐夫按赞和分享。要记得点按小铃铛，开启通知。才不会错过姐夫的更新哦。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。姐夫食堂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